再加个蓝丁吧。 王峥的家属，胸外科王峥，首先这个手术很顺利啊，谢谢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考虑是一个早癌可能，即使最大限度的把肿瘤切掉，最大限度保护肺功能，咱们现在马上先送病例，好，谢谢陈教授，对，很顺利哈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两小时就醒过就出来了，好吧？谢谢啊，好的好的，感谢。每天就像打仗一样。 每天其实都会碰见这样的情况，比如在门诊也是，门诊有时候解决了一个病人全国各地跑了以后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或者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点，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的。这种理念鼓励的我，请入临终。手术一周就是要来看门诊的呀，他为什么3个月才来看呢？你是拿你自己的健康开玩笑？必须说3个月之后复诊，没有人跟你说3个月复诊啊，都是一周以后来复诊了呀。 你看你的分级什么都没有，连出院小机也没有。哎呦，你们这个，我记得有一个河南病人，肿块也很大，基本上有额头大小，就是十几公分。他走了很多医院，最后来找的我。这个病人手术做了有7、8个小时，出血出了将近1万。到处粘连，到处出血，解剖都很不清楚，手术。 非常的小心，风险还是非常大的。我还是把它拿下来做好。现在病人情况很好，术后已经将近8年了。每次他来随访的时候，都感觉一种成就感。看就行了，对。能给病人的话解决痛苦啊，能解决病人这个实际问题，这种快乐非常难以形容出来。40泡泡脸来，水啊，还准备吸痰盆废了啊。 25，对，25，对，25压力也够了，对，嗯。其实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老师周清华就是特别的认真，要求非常的完美，教我怎么样去解剖，怎么样去认识肿瘤，怎么样去做科研，要求我很严格。他的带法就是现在我带学生方法，要拼命三郎的也有，教疯子啊的也有，就是这个手术起来以后，所有的都忘掉。 只为了病人，病人说你这么累哈，其实我也感觉不到，真的是感觉不到累。有时候院长找我的话，可能12点的话，有时候急诊啊什么找我都在手术台上。<笑>实际要看那个癌的话和正常的差别其实蛮大的，小的空块我说海绵状的，和正常的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它质地也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所以和正常手术还是不一样。 陈晓峰一天的工作是从雷打不动的交班晨会开始的，这个人的手术只做了一个切切，但是呢，这个人术后呢持续的那个漏气，持续的腹压吸，基本上从第一天开始，病人就没有漏气再发生的。会只开20分钟，但大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隆胸，内容是分析病人过去24小时的表现，病理分析及导向。如果左上眼、左下眼。 最终的选择是全非，这是写在经典教科书。你们千万记住，这个病人的话，在感染的状态下切掉，变成一个更大的脓。跟你说，他好不了。晨会结束，是同样雷打不动的早查房。来，陈教授，我们现在可以做手术。 首先，第一哈，咱们能不能手术，咱们看是不是首先降期，是不是降期了？降期，首先第一个降期，我们就有可能能手术。他已经3年了，3年他慢慢的增大，慢慢增大，再增大下去以后，因为，考虑肺癌的话，再增大下去，他就可能转移出去。我好像没有扩散，就是对，没有没有，现在你现在看起来我们检查的话没有扩散，所以手术你就放心啊。 可是我以后还是要来找您的，还要对复查，要有就手术以后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复查就行了。对，咱们就过了手术这一关以后呢，我们就定期的复查就行了。好，这个病人是我们最近新收的一个病人。
那么这检查还是蛮奇怪的啊，整个右侧肺都没对，都没多少阻肺了，隔，并且他对侧有个肺大泡，对侧有肺大泡。那就很危啊，对，这个非常危险，这个病人尽快做手术了。如果病人发生去胸的话，那肯定要先对，先要立刻保障左侧的，保障了左侧，因为左侧有肺大泡，左侧他压得很厉害，你别给他看起来他年轻，其实这个风险很大的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肺大泡切掉了以后，它这个肺组织能复张到原来？能不能复张是个问题，跟有的经验的还是有希望，他还年轻嘛，啊，还有希望能复张。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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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要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对，我就现在心脏是还是原来不动，是吧？就是我一个人到六楼去了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庞令和这个陈志敏他们的手术不动吧？还在八楼。那下面一到六楼，一到六楼了。怎么样？损耗挺大的。出血，有大出血啊，像水龙头一样。手术室内看似波澜不惊，其实非常凶险。来，绿丁。因为多是紧贴着心脏展开的，一旦大出血，一两分钟内控制不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淋巴结钳。陈晓峰用的是肺段切除手术，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病人健康的肺。你再吹一下肺，你看。吹一下。再吹一下，不要门带。他还著有世界上唯一的一部单操作孔胸腔镜肺段切除手术专著。哎呀，下不下步，下面是什么？先放在旁边。来，14淋巴结，14组。这整个都是一个肿块，这整个都是肿块，肿块紧贴着下肺静脉，其实我们紧贴着心房切的。陈晓峰一天基本上有两次查房时间。无论是门诊还是手术结束，他还总是要再来看一下。真的好，真的好，昨天是很好啊，放心吧啊。对，我看看。我今天可以抽烟了，是吧？对，我看看行不行啊？还是有点。这可。对。他们说拔掉就不能咳。刚拔掉以后，它里面的话刚长好。它有个过程。好吧，现在让你拼命的咳，可是拔掉以后就不能拼命咳了。拔掉以后起码两三天不要拼命咳就好了，它有个过程的。因为年龄大嘛，有时候恢复的比我们想象的确实要慢一些。你看，很幸运，一般的人都不敢跟我开了，我这么大年纪，那个结节也蛮那个也很大的，而且是吧，我有基础病的，我有心脏病，还有那个高血压呀。那么平时身体也是比较弱的。坐下来要走一走啊，这晚上睡不好吗？但是今天去这个哪儿去做这个 CT 的时候，这个管可能又给插了一下，流了点血。我看，现在吃的怎么样？吃的还挺好。这位就是患双侧巨大肺大泡的病人，来医院时肺已经压迫90%以上。这可你听着呼噜呼噜，就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的长好啊。对，因为肺质量不太好的话，它有个过程啊。这个时候就要你锻炼，第一要加强营养，第二加强锻炼。啊，加强锻炼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知道了。再谢谢你啊，陈主任。没问题。这科，我这个手术在当地就做不了。去了我们省城的医生也是，那你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治了，你看看能不能用中药保守治疗了。后来家里面一直给打听，说是陈医生这儿过来看看，迟早来了以后还是陈医生救了我了。有多少结节会变成肺癌？有多少结节最终变成肺癌呢？其实我们统计不到10%。80%-90%都是良性的结节，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恐惧啊，尤其是乱用药。我在这里科普，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乱用药。和很多医生一样，陈晓峰也通过网络做科普。我的时间就是挤出来的，有时候临睡以前，
有时候我经常一两点钟再做一会儿抖音，经常在机场来做一点抖音，或者手术当中切下来半个小时来做一点抖音。然而这次科普直播刚结束，急救的电话就响了，一位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了华山西院。啊，哦哦哦，那血压好吧？血压还不定。哦，那你有血压引流1300，有那很多的了。那这样，那你们赶快控制血压啊！控制血压，我赶快过来啊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快过来。你们要控制一下，要各项准备都准备好啊！手术器械什么都准备好，给护士也联系好，没有血站把血也联系好啊！然后进的时候千万小心。经常会碰见这种紧急的情况，有时候可能就深更半夜会接到这样的电话。哎，怎么样？不知道是。不知道是这个出了蛮厉害的。行，你这样扶住，你别动，血压都没下来过啊。哦，那样好。病人出2000毫升血了啊。来，后面回来，后面。来给我双线，来给我试试，来你给我试试，没事。来推节气，来送。我是哪个？送这个是吧？送对，黄木老师对。准备热水啊！这个是结扎了，又打了一枪，这应该问题不大。对起来了，慢点啊！对，稍等一下，慢一点，对，慢一点。压力20，来25持续。25到了。好的，大卫。睡起来了，咱们观察一段时间，就观察个15分钟，看有没有出血。好的，不管了哈，准备关吧。来，给我解开，对，我热爱这个行业，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，因为我从小的话，学医就是我的梦想。我父母亲医生的话，从小的话受那个家庭的教育，可能他们都感觉很辛苦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很愉快。这每次这个做完一些大的手术以后呢，心情其实非常的愉快。在没有手术的日子里，早查房结束便是他的门诊。现在我们是推断的，一定是要拿出来去化验，才能知道是不是。没事，是良性的，是良性的啊。牙痛啊，假如说他都给你去个淋巴结，一直不消。所以这不需要消，就正常的淋巴结啊。吸气，好的，吸气，非常好，对，那很好。现在我们发现你的右肺下一个背段这个是有问题的。这个呢，考虑是长了个不好的东西。是不好的东西。考虑是不好的东西，对。所以早点让你要手术了。这个做手术要几天的？做手术大概6-7天，再休息2周就可以上班了。我现在还没时间做，过一两个月的。反正你尽快吧。我的下个月我有女儿媳妇。肿瘤是早发现早治疗，不是早发现不治疗。儿媳妇重要，你也重要。Thank you.